从你当兵后啊，你们父子俩就没说过话。你钱包，你非要开飞机，伤成这样了，你怎么飞？爸，如果我不飞，这项目就没有办法完成。飞机在天上，坏了怎么办？儿子不孝。 对不起，我不能不飞。我年轻的时候，你害怕我，也想放弃，我不会去了。 我也不能当逃兵，我要试出最好的飞机，让前线的战斗员安全回家，陪他们的孩子一起长大。我们一定会把最好的隐身战机飞出来的。 以前失去的，我们这代人要拿回来。